欢迎来到古董潮里读书会，我是主持人卓彦秀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蔡家芬老师，大家好；徐炯章先生，大家好；游瑞麟老师，大家好；跟潘宗贤老师，大家好。哎，老师们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听说要用钱买，是不是？因为是有很多的长笛的特殊加键，长笛的特殊加键，所以是加了键就会变得比较厉害吗？一般来讲，加钱就比较厉害。加钱是钱，一个钱一个功能，对不对？一个钱一个功能。好，那让许先生来帮我们介绍，我们今天这些都是有加钱的产品，到底有什么特殊的？你可以试试看，等一下这一集听完之后，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准备多少钱。我要写好那个选配单，选配单，选配单。那我们开始的话，会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比较不常见的一个，就是说Cross G 跟 Open G Sharp 的一个乐器。嗯，好、哦、啊、我们现在大家一般吹的都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印象？Cross G Sharp 的、嗯 okay、G Sharp 我们本来就会有啊，所以这不算是加，对不对？只是说会有两种不同的系统。对，它是一个特殊的键。举手举手，我想要为长笛小白来询问，什么叫做 Cross G？ G 到底是在什么部分？好、OK， G 的话就是我们大概长笛左手全盖的就是一个 G 的音。收的这个音，我们正常来讲就是收的音。嗯，好、哦，但是如果说在贝母当时来讲说，他都觉得说当时做贝母的以后觉得说，哎，一样的升阶，因为什么挖了两个洞？嗯，因为我们在不同指法是升阶的时候把它打开，后面要打开。对 ，OK， 那他认为说在他的设计里面来讲，这样好像多开的洞对长笛是多一个好像没有必要的结构在这里，所以事实上他在。贝母笛里面我们现在不流行，但是在当代蛮流行的是所谓的 open G， 它的 G 的话变成说我们必须把小指按下去。其实我觉得这比较耳逻辑耶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刚开始学长笛，我有疑问过，我想说为什么明明 G 比较低，可是我们按的位置比较高，就以按的位置，你没有顺下来，我没有把它牵到哪里去嘛。然后我们实际升去的时候，反而是要再更低往更下去按下。我以前练这个。转脑筋转是咋？哇，你小时候真的好聪明哦！我那时候老师说你要做什么啊？老师说说是这样就这样。对，那时候我比较晚学，所以我比较有逻辑。那是你什么时候换回来？没有，我不要，我已经被训练好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重点。其实说我们现在当然贝母说这是他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架构，可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已经习惯了现在这个东西，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就像左下右键，有时候会反不过来，因为一时转不过来。那我们今天介绍说，这东西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G 跟升 G 啊，这个下午说其实真的你比较声有讲究的话。啊，那我们不一样，对，差一个洞，多一个洞，这个这边，多挖一个洞。哦，所以在声音来讲，事实上，如果说你比较讲究，就是你考虑吹 open G 的，因为它少一个洞，所以事实上它的 G 以下声音会比 open G 的还要好听一点，是音质会稳定一点。泛音比较多，还因为它多一块肉振动，而且它少一个我们讲说一个肉死的地方，你少一个弱的机关，它这是比较完整的。是，然后另外等一下还想讲的哦，我们刚刚会讲到。IE 高音的 IE 键，跟这个都有关系。哦、你等一下回来讲。IE 键 ，OK。那这两只，对，这两只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对比，一个是正常的 Cross G Sharp， 然后的 Open G Sharp， 一般比较少见的。OK。那第二个我们会谈到说比较特别的，我们在升 F 键。嗯。我们正常的升 F 键是怎么下？对对，升 F 键。我们正常升 F 键是右手的第。我现在用正常吗？对，可以用正常。对、然后我们换一个，他感觉比较顺，比较开啊，比较亮，对，比较不会那么闷的声音。那他的小键正常差在这个啦，这个没有一起按下去。对，那你按这个小键的话。最后面第四指它就没有被 close。对，就是说在贝母笛的设计来讲，他认为说我们在在吹升 F 的地方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键盖下去的话，他感觉你除了这个键盖以后，这多盖了一个键，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声音会没那么开。嗯，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叫 rough stroke， 他说这做一个辅助键，他开升 F 的时候只盖了一个键，嗯，所以声音比较漂亮。真的。OK，那这个想法就是说，其实我们在从A key 转到贝母笛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对这个升 F key
那当然有蛮多意见的。那包括我们再看另外一把，这个叫 Brosa， 他对这个升 F 也是有意见的。那他改法跟Rush 4蛮像的，所以这个是啊，这个是相同牌子是不同人设计的意思吗？对，不同的人的专利。哦，嘿，通常我们在当代就以那个人的发明，给他名字做他专利的名字。那我就先按原始的，原始的，哎，对。还是会比较亮一点，对，比较连贯一点，比较亮一点。对，可是它其实都是一样，都是只有按了这个，等于是说没有要连这个一起盖下去。对，道理是一样，道理是一样，但是想法相同，只是设计的结构不同。对，设计结构不一样，哎，是为了操作上的舒适度。啊，是因为当代有的演奏 A key 的时候，有的是习惯在这，有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当代的 A key 的系统比较习惯不同位置，习惯位置。OK， 好，那我再看在下一把。这下一把就是比较后写的东西，那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历史上没有查到。你是跟生发有关吗？对，也是生发的关系。Okay， 那我先照正常，就是正常睡就好了。对，可以正常睡。OK。然后你再用中指的指法。中指这个。对，哎、欸。闷很多，闷很多。对，那是因为它的设计。在这把笛子，他需要你用的是一定用第四指，因为我们要反过来看这是。他故意不要让你用第三指。对。哦，现在很多，对，没错，因为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学生在吹长笛的时候，他们会生发会喜欢用这个。可是因为大家都看不到背面，他后面有多一个洞洞哎。有，他就是对啊，这边多，这多一个。所以我就觉得很逻辑很好玩哎，他就是故意让你用那个指法都会失败。就是他特别去挖了一个洞，然后你用了那个用第三指来按声发的时候，右手第三指来按声发的话，声音会怪怪的，所以你就避免不要用那个指法。这个是矫正的概念，矫正。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，是因为说当时这个东西哈，我们在德国很多老师是坚持你声发一定要第四指，他反正用第三指，因为声音不一样，声音不一样。然后他的想法跟前面一样，只是说他做的比较。比较高刚一点，它是特别为升 F 多开孔，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升 F 按下去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孔其实是打开的，对，是打开，打开，所以它的效果会跟它一样，它就比、哦、意思说你当你在按这个时候，事实上这个孔是也是 open 的，对对对，啊，但是它在我们要解决的时候，当你往下吹的时候，怎么把它盖起来？是因为我们吹到咪的时候，它就往下盖了。哦，因为我们咪一下必须把它关起来才往下吹，所以它做了一个结构连接感在这边。我刚有点小惊讶，我想说我加了钱，然后效果比较差。事实上，我刚刚提到说这三把，就是说他们对升 F 从 A T 到贝母里来讲，他们对升 F 不满意，所以在这地方他们特别做的改善。哦，这是三个改善的方式。那对我们现在的吹笛人来讲，就是说我们一个启示说，升发来讲，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有个想象说，哟，我们平常吹升发的时候是太低了，那个声音不够亮。那我们在自己练习的时候有一个偷懒的方式，你怎么样去矫正这个声音呢？有没有想过是开孔？开就是孔不要闭起来吗？如果是闭孔的呢？啊，闭孔的话，按这边就按那。对对对对，有像德国一些笛子来讲，他们会特别在升 F 加一个辅助键，让你对，那你按的时候按这里。可是那个应该也就是，如果它是简单的指法才行，如果是复杂，所以对对对，来不及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音的强就是说，我们在吹长音的时候，或者你在乐团吹和弦音，你要一个很漂亮的升 F， 你按这样子跟。可按一个辅助键，你的声音就很漂亮。要线条式的时候，对对对对，有一个完美的音色。哦，那个声音会比较满意一点。他们的声音是比较抢救的。这个地方 ，OK。所以他们对这个声音这种很细微的这种差别真的很敏感的。是，就说，其实你在吹笛子，可以鼓励大家对声音越敏感，你的耳朵会更好，你的以后进步会更大。那也说我们如果自己在练习，你却想要体会这种感觉，你自己把。手指按到什么样？对，吹，然后再对照这个地方，你就说，我们在吹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调整，让这个声音接近你这个声音？对，哦，贴近完美的声音。对，我们就会用声音的对比，然后让你声音更进步，这样子。OK， 啊，这我刚刚说升 F， 那我们再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升 G 的一个改造。升 G 的改造说，我们除了以之前的这个地方，这地方的改造，
像我们刚刚在吹 G 跟升 G， 其实有点也给人想一下，试一下，计较一下。所以我现在会用同样的指法，然后升 G， 同样的指法。好，我是用一样的指法。就是原刚刚那只是原本我们习惯的长板。这人做了什么事？这谱完全反过来，是上还是下？我还是搞混。Okay. 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听到，因为 G 的开孔一个在后面，一个在前面，嗯，有没有觉得音色有点不一样？嗯，对啊，有听说这样的讲法，那声音，其实我就会觉得那个声音好像有一点点闷一点点，就是正，就是正常的，正常比较闷，我们习惯的乐器，对，比较闷。OK， 这个我们听得到，其实古人就解决掉了。试试看，果然就解决掉。那我为什么现在还要吹这门？哎，好你，那、啊、怎么解决？怎么解决？一样你吹，就我还是这样子吧。原来的指法。我真的对，为什么这把特别的吃力啊？对，好，我把它反过来看。反过来看，你是说打？对对对，这个地方，哎、欸、，OK， 我们看到它的 G 是一个小孔，加一个大孔。它增多挖一个洞啊？对，它都多挖一个洞。哦，小洞，小洞，那个小洞是多挖的。那那个键是给弄的哦，两颗一起打开的。那所以它是整个面积，就是开孔的面积增加了吗？不是，它面积一样，但是它把那个音孔会是往上移，音乐偏高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它把它缩小，又把音准降回来。所以是这一个小的，对，这两个对的效果。那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往上移做一个，然后直接往上移就好？他的泄压跟音准会跑掉。哎、欸，因为他这个我们这个音的话，牵涉到还有第三八度的降音，还必须把降音回来。了解。所以你可以试看降音。降音啊，最高音啊。对，第三八度的降音，就直接按降音。很好啊，很确实啊，很棒。为什么这一把会这么的？直觉，然后这把买，多少钱都买不完，加多少钱？这个键加还蛮值得，蛮值得的哎、欸，不要算这个键的钱。这把大概是1960年代，那时候是东德，还好，还好啊，对啊。但这个人的作品蛮特别，是说我在这么多乐器里面，他对于这个音特别的讲究，特别讲究。OK， 他的中音底也是一样的处理。可是他生发他就没有去处理他哎、欸，哦，对，生发他没有处理，嗯、然后他生发的处理就是说他位移的生发的位置，你可以试一下哦，哎，生发孔他的音孔画的，对对对对，他调整的这几个音的相对位置，哇，那是相当健康的，比较健康，对对对，但是他跟那个真的做，我觉得还是差一点点，慢慢的，还是有点，但是比较顺畅一点，对对，的确是。被你练的啊，这个就是生机，就是不同的那个厂牌也都还是听得出来。就算是听过超美啊，讲都很清楚。没有意思，我要把它吹出来。是吹的好，很巧。因为怎么吹都是糊的，对，都是暗的。嗯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再往下一个走。我们记得说现在的管弦乐法里面，我大家我记得说在乐器里面哪个吹友是做不到的，在长笛的。很多那个第一个八度，第一嘛，就对低嘛，那就小指头最痛苦了。哆到升哆，西到还原哆，对，就是小指头要操控这个事情，去一个对，容易受伤。升哆升瑞，啊，这个地方在他们那个年代，升哆升瑞，来一个作曲家，到底会不会？到底会不会？乐器学怎么学的？好 ，OK， 所以那个年代有蛮多，其实。他们就不认输，觉得说作曲家写出来的，对啊，乐器写出来的乐器上面给他做出来的，没错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被宠坏了吧？成本好大，对啊，成本哎，没有，我们讲到前面，那加钱就有了嘛。那叫作曲家出还是？哎，所以他有点像是作曲家跟乐器制造家有点狼狈为奸，就是这样要逼那个厂家加钱买乐器，对，吹不出来哎。这个是值得考证，值得。OK， 那我们就谈到说，大概是升 C 跟降 E， 升 C 降就升 Re 嘛。嗯。哦，那大概我们一般要怎么解决？没有办法解决啊，就是滚来滚去啊。找书童来帮忙按。笛童，笛童，请问实心娃多少？是你家键盘的比较便宜。等一下，升，
哎，这把蛮多东西，太像宿敌了，真是。啊，这把是伪装宿敌的吧？宿敌你跑错棚了。这个怎么那么多？对啊，这你真的不是宿敌吗？这把蛮配蛮配哎，蛮配，几乎是蛮配版，蛮配版，豪华版。所以呢，这把可以玩。那哇，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为了下面第八路的这个小组。对，就像像说，我之前提到说，跟宿敌一样啊，分担给他。嗯，好，就说有时候我们如果小指要吹一个 low B 的话，哇，有时候很累耶，小指很辛苦。那他有时候就容易受伤，把他分担给左手，因为我不知道多以后左手可以分担的。那除了这个，他刚好不满足啊，刚刚讲到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今天这样一，然后升 re， 那就结束了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你现在要在升刀，我们升刀，然后呢，然后自由，自由，对，自由，哎，来哦，自由，加一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谢谢啦，嗯，虽然觉得被人家可以这样，现在歌曲都可以吹了，对，对，啊，这个大概在100多年前就解决了。1900年就他很做，说老实说他好做，是什么这边好做，感觉看起来就很像是不锈钢，他真的蛮做的。对，这把是全银的，它因为是焊孔，然后它到 low B 孔到 low B， 然后又多，对，也有关闭式的。哎，你看他，我现在突然发现他后面三个小洞洞，对啊，他后面有三个哎，等一下会提到哦，等一下会。整体这把几乎是满配，对啊，像马赛克，就蛮准。对，哇，就每一个主题他都要拿出来，他每一个都有。对，好，刚刚我们讲的升 C 到降 D，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 C 到升 C 也没办法做，C 都到升都嘛，哎对，好按都，然后呢？没有，你应该按 C 升 C， 然后呢，都按这边嘛。那不是你这边，来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换一把，还是另外一把？换一把，换一把。你不是满配吗？是什么？按升 C， 然后按这里升 C， 然后站这个。哦 no！ 哦 ，OK， 哦，没有，差很远，啊，你要差，对呀，蛮远，差。我想一下这逻辑。因为一般你不可能小指是这样滑。这个盖着，这里在盖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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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是按着，然后动着，然后动着，还有笛筒啊，哦 ，C 跟升 C 的去哦，哦，不容易，但是至少是要练，因为一般你不可能是这样子，走是比小指快，是，没有需要，哈哈哈不用来上班，然后一样的延伸，就是说我目前的V 尾的 V 到。C 的一个顺你做不到，但是通过这个就可以。那个换你，对，然后呢，来蛮配来的，一样就是按什么啊？按这里，这里，对，外面，外面这个，然后按自己的中间这个，就是中间，对，中间按下去，就是按原来的 C 在 C 跟降 B 啊 ，C 跟降 B， 动那个，动右手，动右手，你们两个一直。我好乱哦，是谁 ？B 跟 C， 动右手。动右手。B 跟 C， 对。哦。对，因为小他最后一个应该按住了。迷信。乐器有漏气，也是有气，对吧？嗯，要。这我需要你帮我按着。我来了，对。你是说 B 到 C 还是 B 到升 C？B 到 C，B 到 C，B 到 C。哦 ，B 到 C，B 到 C。它这已经盖住了嘛，然后现在在翘这一颗。对，就是那个是升 B 到升 C 啊，那个声音。C。漏气，因为它这里是。是打开以后，这个应该是升，你这个打开，这个是变升 C 的音了。啊，错，那我错了，那应该听到。所以应该是按住这个，然后按那个，对。哇，潘神，厉害。因为我觉得你们已经在研究，有那个旁观者会觉得，哎，好像不太对。就是这它的搭配，反正就是说，其实它都是可以，就可以搭配，可以搭配，对，真的很。对，谁想买？光出来谁在做？是啊，问题是现在对啊，问题是买不到啊，不能告诉作曲家，这一集作曲家不要看。欸、有可能哦，马上就给你写。他说你明天就有做，没有做不到，做不到没有买不到，除非你帮我付钱。租赁特殊执法，请假。